第三百二十一章构建星辰，强行打通跟星辰之间的桥梁，太冒险了。稍有不慎，强横的星辰之力足以摧毁柳无邪的魂海。最后时刻，天道神书镇守天地，守住了柳无邪的魂海。疮痍的金色魂海快速修复，在神通桥梁一侧又出现了一座新的桥梁，星光闪闪，利用无数星辰搭建出来的一座桥梁，如同一条银河，连接天与地。 就算以后不修炼太古星辰拳，可以源源不断抽取星辰之力，加持到身体之中。盘膝坐下，太荒吞天诀疯狂的运转，方圆几万米的灵气以极快的速度朝这边汇聚。眨眼间的功夫，整个后山的灵气消失的无影无踪。后山非常之大，除了柳无邪，还有很多人在此地修炼，失去灵气，这让很多人不满，纷纷从洞府之中走出来。 朝灵气汇聚的方向看过去，是谁抽走了灵气，害得老子错失突破的机会？一声暴喝响彻后山，震得无数树叶簌簌落下。越来越多的人朝柳无邪这边汇聚，只有他的上空盘踞一层灵云，降下浓郁的灵雨。柳无邪的头顶上出现一个黑色漩涡，落下来的灵雨全部被漩涡吸收，融入太荒世界，打通了星辰桥梁，吸收星辰之力速度陡然加快。 对太古星辰拳的感悟越来越深，许多都是理论，想要彻底施展出来，还需要一段时间。吸取大量的灵气，境界提升不少，距离真丹五重依旧是遥遥无期。太荒世界中的星辰之力越来越多，已经达数百道，距离施展出来太古星辰拳远远不够。施展一次拳法，需要海量一般的星辰之力才能催动，沟通星辰桥梁，恐怖的星辰之力。 犹如水银一般从银河垂落，进入柳无邪的身体。轰隆！太荒世界传来一声剧烈轰鸣，犹如地震了一般。一座巨大的星球出现在太荒世界顶端，开始自己运转起来。这柳无邪一脸骇然。太荒世界有树木，有火山，有大地，有湖泊，只是一个平行世界。天空是灰蒙蒙的，没有一丝光亮。第一颗星辰诞生的那一刻，太荒世界仿佛明亮了很多。 看似只有拳头大小的星辰，自己运转起来，跟魂海中的星辰桥梁交辉相应。接下来无需柳无邪修炼，星辰之力也会源源不断的输送进来。不论是坐立行走，星辰之力自己输送到柳无邪的太荒世界。随着星辰之力越来越多，漂浮在太荒世界上空的星辰也会慢慢变大，演变成一座巨大的星球。就是这里，所有的灵气全部聚集在此处。远处传来沙沙声。 大量的脚步声从远处传过来，柳无邪耳朵一动，没有理会周围的声音，继续修炼太古星辰拳。修炼关键时刻，第一拳还未彻底演化成功。这里什么时候被人开采过了？十多名天宝宗弟子顺着山路走上来，站在阵法外面，没有贸然进去，都是外门弟子，实力有强有弱。成为内门弟子，享受的待遇要比外门好几十倍，他们都有自己独立的院落。 地方也大，绝对不会跑到后山来修炼。竟是小小的真丹四重，吸取如此多的灵气，他身上难道有储灵珠？一名真丹六重弟子喃喃说道：“储灵珠的作用，可以吸取大量的灵气，储存其中，需要的时候可以从中吸取，非常的方便。不过储灵珠价格昂贵，一般外门弟子根本买不到，而且还是有价无市。遭遇生死战，双方真气耗尽。” 一方拥有楚灵珠的话，可以瞬间抽取灵气击杀对手，吸收灵石的速度远不如楚灵珠快。听到楚灵珠，其他人双眼散发出金光，这可是好东西。各种嘈杂的声音充斥柳无邪的耳腔，让他很难静下心来修炼，有些恼怒。睁开双眼，一股狂暴的气息顺着他的周身迸射出去，震得周围那些树木发出哗啦啦的响声。他醒了。 周围的谈论消失，十几道目光一起落在柳无邪的脸上，没有一人认识他，好面生，以前没见过。外门弟子虽多，几年下来，多多少少混个脸熟。柳无邪的面孔太生了。站起身子，目光横扫一圈，你们为何要打断我修炼？柳无邪冰冷地问道。如果不是他们打断，已经参悟太古星辰拳第一招的金要。一共十四人，有男有女，实力最高不过真丹六重。 最低只有真丹三重，这些都是普通的外门弟子。真正的顶级外门弟子身上拥有大量的积分，可以选择进入修炼室，环境要比后山好一万倍。只有那些低级弟子身上没多少积分，只能利用天然的环境。饺子，交出楚灵珠！唯一一名真丹六重境发出一声厉喝，让柳无邪交出楚灵珠。楚灵珠，柳无邪眉头一皱，很快想明白。 太荒吞天诀抽空了周围的灵气，只有楚灵珠才能容纳，难怪他们会跑过来。都给我滚！他身上压根没有楚灵珠这种东西。一声厉喝，让他们都滚，别打搅他修炼。踏入修炼界之后，柳无邪性格随之发生变化，少了一丝随和，多了一丝锐利，犹如雷音滚滚，震得十几人耳膜作痛。其中几人实力较为低下，吓得一屁股坐在地面上。饺子，你找死！ 竟敢让我们滚！十几人暴怒无比，指着柳无邪，却不敢进入圈子。刚才有人尝试踏进去，一道恐怖的刀气斩下，险些将他杀死。这是一座沙阵，任何人不得靠近。啪！柳无邪突然消失在原地，化为一道残影，出现在说话男子面前，一巴掌扇下去，身体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，狠狠地跌进远处草丛，牙齿都被打飞了好几颗。真是聒噪。 声音阴冷，不带一丝感情，目光朝剩余的人看过去。实力较低的几人缩了缩脖子，往后退了好几步，不敢靠近。顾全师兄，快出手废了他！退后的几人还在不断的叫嚣，叫顾全的男子是唯一一名真丹六重境。饺子，你敢出手伤人，这是你自寻死路！顾全一声冷喝，一拳朝柳无邪面门砸下，真丹六重之势，犹如滚滚洪浪。 震得地面出现无数道裂痕，实力不一般，能进入天宝宗，绝非泛泛之辈，都是千挑万选上来。找死的是你们！柳无邪一声轻笑，星辰之力涌出，顺着他的经脉注入到拳头之中，正好试验一下太古星辰拳的力道是否如传说中那么强大。脚步一晃，出现在顾全面前，后者还没反应过来，柳无邪的拳头直接碾下，真丹六重在他面前。 犹如蝼蚁一般，也敢站出来叫嚣？空，天崩地裂，犹如一道炸雷在原地响起。顾全的身体不受控制，远远地飞出去，鲜血染红了天空。咔嚓，咔嚓，一连串的咔嚓声响彻天空。顾全不知道自己身体里面骨头断裂了多少根，连惨叫声都来不及发出。顾全的身体狠狠地跌进地面，昏迷不醒，胸前塌陷下去。 骨头裸露在外，模样看起来惨不忍睹。嘶嘶嘶！站在一旁的十几人吓得身体直哆嗦，狂吸凉气。刚才那一拳让他们意识到死亡的危机，如果击中他们，现在已经是一具尸体。顾全仗着真丹六重境，只是遭受重伤而已。柳无邪收拳而立，目光中透着一丝惊骇。他不过调动了三成星辰之力，如果全力催动，顾全早就被打爆了。 更可怕，他还未完全掌握太古星辰拳，仅仅领悟一丝皮毛而已。这要是全部掌握，攻击力远在夺命刀法之上。看了一眼自己的拳头，柳无邪有些不敢置信，这是他打出来的。快逃啊！第一时间，他们选择了逃走，连顾全都被一拳打飞。他们留在这里等于找死。眨眼间的功夫，前来的十几人逃得一干二净。顾全的身体没有人理会。回到空地。 柳无邪并未着急修炼，仔细回味刚才一拳带来的感受，经脉有些酸痛，应该是星辰之力的原因，太过暴力。看来还要强化肉身。柳无邪的肉身已经远远超出同辈，就算是低级天罡境，肉身未必有他强大。太荒真气异于常人，对肉身要求极为苛刻，加上星辰之力，对肉身将是一次严重的考验。拿出几枚丹药，一口吞服下去。 肉身传来的酸痛感减轻了很多。修复经脉之后，原地修炼太古星辰拳，拳风霍霍。柳无邪将速度控制得很慢，许多地方要慢慢的感悟。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，星辰之力滚滚而至，太荒世界变得更加明亮。呼呼呼！拳风每一次扫过，空气都会传来一阵躁动。第一招并不是很复杂，以直拳跟长拳为主，拳法单一，以力量取胜。按照太古星辰拳的理解。 可以加持自己的元素在其中，让拳法的威力变得更加强大。调动木系元素融入拳法当中去。轰隆隆，陡然之间，四方传来剧烈的轰鸣，空间开始震荡，真气形成的涟漪不断朝四周涌去。顾全醒过来之后，见到这一幕，吓得屁滚尿流，顾不得身上伤势，连滚带爬，早就逃得没影了。拳法看似简单直接，每一个变化充满了玄奥。 第三百二十二章杜莎，一招一式充斥着太古之力。砰砰砰，一拳接着一拳，周围空间出现道道涟漪，空气产生的气爆声不绝于耳。好精妙的招式，看似普通，却蕴含天地奥妙。柳无邪暗暗说道。随着修炼不断深入，对拳法的精要理解的越来越深刻。一个时辰过去，两个时辰过去，第一招依旧在摸索阶段。太古星辰拳可是天阶武技。 厉害无比，绝非一般的地阶武技所能比拟。直到日落时分，柳无邪这才收拳，拿出一枚辟谷丹吞服下去，坐在原地休息。太荒吞天诀自己运转，后山的灵气不断被掠夺，只好从深处抽取。吞天神鼎中形成的几千滴液体，柳无邪并未融入太荒世界，而是导入经脉之中，利用灵气来洗涤身躯，强化经脉。强横的灵气凝聚成一枚枚刀子。 穿梭于经脉之中，柳无邪疼得倒吸凉气，忍着身体传来的剧痛，为了更好能施展太古星辰拳，几乎是豁出去了。打熬身体需要一个长时间过程，不能一蹴而就，每天都要调动真气，反反复复锤炼。几百条龙气融入身躯，让柳无邪的身体远远强于常人，骨骼之上浮现一道道龙纹，强横之极。一直到深夜时分，柳无邪也没离开。 一直待在后山修炼，日升月落，不知不觉，柳无邪在后山待了三天之久，吸取了大量的星辰之力，第一招已经能简单运用出来。肉身得到灵气改造，星辰之力穿梭的时候，酸痛感减轻了很多，已经没有任何影响。这几日也有不少不开眼的前来找事，结果都被柳无邪一掌拍飞。除非是高级真丹弟子前来，就算是真丹七重来了，照样一掌打趴下。 得知后山来了一个凶狠人物，再也不敢有人前来找事。身体犹如一道流星，凌空跃起，如同猿猴穿梭于树林之中。前方出现一株水桶粗的大树，出拳，太古星辰拳强横出击，真气加持了星辰之力，汇聚成一股钢铁洪流，空气不断被撕裂。空，水桶粗的巨树四分五裂，全部炸开，化为无数齑粉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好强的拳法！ 柳无邪站在原地，满脸的不可思议。虽然早就知道太古星辰拳很不一般，却没想到强大到如此程度。这一拳打下去，就算是真丹九重不死也会重伤。嘴角浮现一抹冷笑，他的真气跟魂力早已达到真丹境巅峰，配合仙文，低级天罡境未必都是他的对手。在这里，他在这里，身后传来哗啦啦的响声，好几道人影朝这边靠近。 柳无邪眉头一皱，这几天不断有人来打搅，令他不胜其烦。声音很熟悉，不像是陌生人。柳无邪缓缓,缓转过身子，看到张林还有赵一海几人带着一名魁梧男子直逼过来，还真是阴魂不散。强横的杀意从柳无邪的双眸爆射出去，废掉他们的修为，竟还不死心，请来其他帮手。既然如此，今日就全部杀了便是，免得以后再找他麻烦。 除了张林、朱由、武和还有赵一海之外，多了一名魁梧男子。人还未到，恐怖的血腥之气扑面而至。此人是个劲敌，柳无邪暗暗说道：“杀一人是罪，屠万人是雄。”跟张林一起前来的魁梧男子，最少杀死了几百人才能凝聚成如此可怕的杀戮之意。没错，就是杀戮的意志，以杀正道。柳无邪没少遇到过，在真武大陆还是第一次碰到。 男子手中提着一把阔斧，非常的厚，上面血迹斑斑，应该才杀死一尊强大的凶兽，上面沾染浓郁的玄兽气息。每走一步，周围的空气产生一股波纹，眼眸深处竟然是暗紫色，已经有心魔诞生，控制不住自己的杀意，迟早会沦为杀人狂魔，失去本性。你们请我来，就为了杀他。杜莎声音犹如雷鸣，震的两侧树木不断炸开，宛如音波冲击。 厉害无比，眼眸中带着一丝不屑。前几日，赵一海带着张林三人找到他，将身上所有灵石全部拿出，请杜莎替他们杀一个人。杜莎没有犹豫，他修炼杀戮之道，正愁着没有对手。张林等人付了杜莎三千枚灵石，这是他们所有的家当。他们已经是废人一个，灵石留着也没用，杀死柳无邪，报仇雪恨。轰！站定之后，杜莎手中的阔斧砸在了地面上。 宛如地震了一般，地面表层出现无数道龟纹，朝四周蔓延。真丹七重，真正战斗力却要比一般的真丹八重还要强大。百里遇到他，只有死路一条。我给你们活路，你们自己找死。今天都给我死吧！柳无邪怒了，非常的愤怒。他不想杀人，这些人偏偏跑过来受死。突破真丹四重，修炼太古星辰拳，身体内部隐藏一股恐怖的力量。 正愁着无处发泄，杜莎倒是一个不错的对手，可以借助他完善太古星辰拳。柳无邪，你死到临头了，还这么嘴硬！朱由咬牙切齿地说出这番话。这几日时间，丹田真气全部消失，跟普通人无异。你们以为请来一个高手就能杀我，真是太可笑了！嘴角浮现一抹嘲弄，不否认杜莎很强，仅仅是比一般人强大一些而已。我倒是想要看看。 你一会怎么死？张林冷笑连连，想要看到柳无邪临死前的绝望。一阵阵冷风吹过，周围的树叶发出哗啦啦的响声，掩盖不掉空气中的杀戮之气。你很强，杜莎说话了。开始的时候没注意，柳无邪不过小小真丹四重而已，目光中才露出不屑。当他神识进入柳无邪身体的那一刻，强横的战意涌出，柳无邪给他一股极大的压力。你也不弱，字目对视。 犹如两道闪电在空中撞击，滚滚气浪形成一股涟漪，将张林等人直接掀飞出去，跌进草丛。无需多余的废话，既然遇到了，一战在所难免。杜莎拿了张林的灵石，就要兑现承诺，抽出你的兵器吧！杜莎举起手中的阔斧，恐怖的血腥之气直逼柳无邪。杀你无需兵器！柳无邪身体弹射而起，打算磨砺自己的太古星辰拳。 并没打算使用夺命刀法，鹤舞九天配合太古星辰拳还是第一次施展，柳无邪需要不断的磨合。杜沙身体往前一踏，手中阔斧凌空斩下，声势无匹。空间传来一阵强烈的气爆声，这一斧子足以劈死真丹八重境。柳无邪凌空一个反转，避开杜沙致命一斧，人在半空，右拳举起，恐怖的星辰之力从天而降。太古星辰拳，一声厉喝。 苍穹出现一个巨型漩涡，周围的花草树木全部炸开，地面上的裂痕越来越多。杜莎身上的衣服不断炸开，承受不住全劲的压迫。站在远处的张林等人嘴巴张得老大。这才过去几日，柳无邪的实力提升到如此可怕的程度，不愧是虐人狂魔。面对柳无邪强横的一拳，竟不退反进，手中阔斧直接劈向柳无邪的拳头。 空，两股截然不同的力量碰撞到了一起，形成了无尽的涟漪，朝四周不断蔓延。赵毅海战的较劲直接被卷走，身体砸进一株大树上，口喷鲜血。战斗中间区域出现一个巨大深坑，柳无邪跟杜莎一起倒飞出去，吐起葫芦。柳无邪身体凌空转了一圈，稳稳地落在地面上，甩了甩手臂。刚才一拳没敢施展全部力量，只动用了五成真气。 杜莎往后退了十几步，这才站稳身体。明显的看到他的右手在颤抖，手中阔斧像是拿捏不住的样子。他以力量著称，今天竟然输在了力量上。杜莎脸色阴沉的可怕，知道柳无邪很强，真正交手还是让他心生惊骇。你这是什么拳法？怎么可能如此强大？杜莎交战无数，碰到强者更是数不胜数。柳无邪的拳法让他闻到了死亡的味道，杀人拳法。 柳无邪懒得跟他解释，身体一晃，还是简简单单一拳。这一次的力道要比刚才强横许多。不断的尝试适应太古星辰拳的力量变化，一拳连着一拳，加上鹤舞九天的速度，杜莎疲于应付。他的风魔符法对柳无邪来说起不到任何作用。论速度，两个杜莎绑在一起也不是柳无邪对手。论力量，修炼太古星辰拳之后，柳无邪的力道远远高出杜莎。 论技巧，太古星辰拳可是天阶武技，几乎碾压一切地阶。两人越战越快，杜莎修炼杀戮之道，几乎感受不到疼痛。柳无邪已经击中他两拳，口喷鲜血，还在坚持，真是一个疯子。力量不断攀升，调动八成左右的星辰之力，拳法施展的那一刻，一层淡淡的洪流涌向四面八方。张林，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杜莎还没杀死他？ 苏有脸色有些难看，他们已经失去了修为，花光了身上所有资源，只想看到柳无邪死在他们面前。如果连杜莎都杀不死柳无邪，他们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放心吧，杜莎什么手段你们还不清楚？这小子仗着身法厉害，很快就会死在杜莎的府下。张林心里也没底，只能这样安慰自己。第三百二十三章领任务，四人站在远处，一脸担忧之色。 柳无邪的拳法越来越刁钻，故意不击中杜沙，利用杜沙的力量来修正拳法的漏洞。朱由他们不是傻子，已经看出一些苗头。杜沙已经陷入被动，封魔斩。杜沙愤怒了，出道至今从未这样憋屈过，一直是他戏弄别人，今天倒好，遭到柳无邪无情的捉弄。终日打鹰中被鹰啄瞎，这是杜沙此刻真实的写照。一直是他杀人，对手没有任何还手之力。 柳无邪的拳法跟鹤舞九天彻底融为一体，不分彼此。身法、拳法两者交辉相应。封魔展示他最后的绝招，施展的那一刻，手中阔斧突然飞出去，拦腰斩向柳无邪。接着他的身体一个弹射，双手化掌拍向柳无邪的身体。没想到魁梧的杜莎修炼如此诡异的掌法，让柳无邪有些惊讶。没用的，柳无邪目光无悲无喜，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。 恐怖的太荒真气涌出，驰骋力量犹如滔天的骇浪，全印遮天蔽日，拳风化为一尊巨大的星辰，凌空碾压下来。这才是太古星辰拳的终极精要，演化出来星辰虚影。仅仅一道虚影，足以碾压真丹巅峰。飞射过来的阔斧碰到拳风，直接倒飞出去。阔斧在空中不断的旋转，直接冲向张林四人。咔嚓咔嚓，张林四人成了倒霉鬼。 阔斧横扫一圈，四人直接被拦腰斩断，鲜血,血混合肠子流之满地，模样惨不忍睹。怎么会这样？张林看着自己下半身，嘴角发出一声苦笑。没想到他们会落到这个下场，猪油肠子都悔青了。柳无邪第一次警告他们的时候就应该收敛了。当日要不是他们羞辱柳无邪，也不会有今日这番遭遇，更不会死在这里。五合发出痛苦的叫声，腰部被斩断。 一时半刻还无法死亡，死亡不可怕，可怕是等待死亡。最倒霉的还是赵一海，他是张林请来当帮手的，莫名其妙的被卷入起来。临死之前，眼眸中充满太多的悔恨，仿佛在说为什么要答应张林？击飞了阔斧，柳无邪拳法更是所向无敌，形成的飓风吹得杜莎睁不开双眼，眼睁睁的看着拳头压下。砰！交战这么久，这是最强一拳。 柳无邪抽空了所有星辰之力，绝肉横飞，杜莎的身体直接被打爆了，化为无数碎肉，像是一团血雾在空中炸开。张林等人还没死，看到这一幕的那一刻，四人全部被吓死了。虐人狂魔杜莎被人一拳打爆，这个消息要是传出去，恐怕会震动整个天宝宗。可惜没有人知道，周围的一切瞬间被吞天神鼎吞噬的一干二净，一点线索都没有留下。 收起杜莎的储物袋，柳无邪拍了拍手，仿佛做了一件极其简单的事情，转身离开密林，回到修炼场地，看了一眼周围，一时半刻可能不会再来这里了。明天就是月初，会有大量的任务张贴出来，做几个任务赚取一些积分，回来可以兑换需要的资源。柳无邪说完，顺着原路返回院子，休息一天。天色一亮，柳无邪直奔功德殿，想要在天宝宗立足。 单凭每个月领取这些俸禄，很快就会惨遭淘汰。宗门设立了功德殿，每个月初跟月中会张贴一些任务，例如一些长老需要什么灵药，自己没时间就让弟子代劳，完成任务获得积分，或者长老直接奖励。一部分任务来自天宝宗，还有一些任务来人其他地方，比如一些家族，他们实力有限，要去很远的地方，请不起看家护卫，最好的办法。 拿出一批资源，请天宝宗弟子全程护送。这些都是比较简单的任务：采摘灵药、寻找玄兽、帮助托运货物或者杀人等等。任务千奇百怪，依照难度获得的积分也不相同。天宝宗弟子想要获取更多的修炼资源，必须要获取大量的积分。例如加速修炼时，一天时间就需要一百积分；一个普通任务只有十个积分而已。修炼武技的场地。 重力式等等，每个地方都需要积分，包括兑换武器、兑换丹药。每个月初张贴任务的时候，经常出现打斗的现象。好的任务必定受到疯抢，那些危险的任务基本无人问津。大家目的是赚取积分，不是前去送命。顺着路线，一个时辰后，功德殿出现在柳无邪面前，要比他想象的还要大，并非建造在天坤峰，而是在另外一座山峰上。 大量的弟子一早就来了。每个月只有两天张贴任务，尤其是月初最为热闹，会有上万名弟子齐聚此地。功德殿被分为好几个区域，分为外门弟子、内门弟子、核心弟子跟真传弟子。每个区域张贴的任务都不一样，非常的明确。核心弟子不会前往外门弟子区域抢夺任务，外门弟子也没资格去完成内门弟子的任务。柳无邪来的较早。 功德殿还未开启，外面已经人山人海了。入门第一天，玉简里面记录的清清楚楚，任务分为四个等级，用四个颜色代替，分别是黄色、红色、紫色、黑色四个级别。黄色任务最简单，同样获得的积分相对较少。红色稍微有些危险，丧命的概率很低，有受伤的可能。紫色属于困难级别了，有可能会死在任务上面，积分相对丰厚。 这种任务非常抢手。至于黑色，触碰的人很少，因为完成的概率只有百分之一。这个概率是几万年统计出来的，一百个黑色任务只有一次成功，其余九十九次全部失败，因为拿到任务的弟子全都死了。这就导致每次张贴任务出现两种极端：黄色没有人选择，黑色没有人选择，而红色跟紫色任务有限，就看谁有本事先抢到这些任务。 任务也分为很多种，大任务需要好几人一起完成，小任务一个人就可以了。天宝宗绝对保证每一个任务的公平公正，不会出现太大的出入。不知道这次会张贴什么任务出来，我还是比较喜欢前往凶魔窟杀魔族，虽然危险，一颗魔族头颅可是价值十个积分。柳无邪站在一个偏僻角落，周围都是谈论声。我还是喜欢前往山脉采集灵药，相对安全。 沙魔族太危险了，各种想法都有。有人喜欢安逸，有人喜欢冒险。柳无邪心里也在盘算着，他现在急缺积分，需要兑换一些珍贵灵药，多炼制一些丹药。单凭太荒吞天诀，速度有些缓慢。卡卡卡功德殿的大门徐徐打开，一共四座大门。打开的那一刹那，所有人一窝蜂的挤进去。柳无邪已经有了准备，还是流露出一丝震惊。 月初张贴任务竟如此火爆，顺着人流，柳无邪踏入功德殿，远要比他想的还要巨大。一楼面积占地最广，针对外门弟子；二楼内门，三楼核心，四楼对应真传弟子。这么多人进来，丝毫不觉得拥挤。四周墙壁上粘贴了几万份任务，还做了一些分门别类：杀妖兽跟寻找灵药放在东面墙壁上，护送充当护卫放在南面墙壁上。 杀人之泪放在西面，北面墙壁上任务最少，因为张贴大部分都是黑色。柳无邪既出鬼同术，大量的字充斥在他的大脑之中，每个任务都有完成时间规定，超过时间不能完成则为无效。最长半年，最短只有三天时间。魂海快速的做出分析，大部分任务积分都在十个到三十个之间，非常的少。目光瞄向那些黑色任务，许多任务张贴一年多了。 都没有人拿下来，一直挂在上面。其中几个任务超过三年无人问津，从最初二百积分一直涨到一千积分，依旧没有人过问。这些是死亡任务，积分是多，有命享用才行。柳无邪没有轻易摘下，而是看向紫色区域，这里比较适合他。黄色任务针对真丹一重到真丹三重，红色针对四重到六重，紫色针对七重到九重，人流自动分开。 柳无邪混迹在高级真丹境当中，非常的显眼。采集一枚春雪莲藕，奖励三十积分，这是一个不错的任务，积分还不少。柳无邪毫不犹豫，伸手接下粘贴在墙壁上的任务。就在柳无邪撕下的那一刻，又是一只手出现了。经常出现两人同时看中一个任务的情况，因为任务分配不均引发战斗的事情，每次都会发生，大家已经习以为常。饺子，给我滚！ 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，滚到黄色区域去！一股狂暴的气浪直奔柳无邪的面门。采集春雪莲藕这个任务非常的不错，而且时间不受限制，只要在一个月之内交上来就行。任务下方写得很清楚，一名核心弟子需要炼制七品丹药，急缺春雪莲藕，自己又没时间，就颁发了这个任务，愿意拿出三十积分作为交换。柳无邪私下任务的那一刻，狂暴的气浪。 碾压他的面门，对手上来就是绝招。该滚的是你，星辰之力爆发，并未施展太古星辰拳，滚滚神力依旧爆出强横的冲击力。轰！两柄拳头在空中突然撞击到了一起，形成一股恐怖的骇浪，将周围几名实力较低的弟子直接卷飞起来。第三百二十四章，你疯了吗？毫无征兆，许多人还没反应过来，两道人影一起倒飞出去。 柳无邪身体往后退了好几步，目光面露煞气，朝他出手是一名真丹八重境外门弟子，身穿青色长袍，全名风的外门弟子。小子，你竟敢还手！男子无比的暴怒，刚才一拳虽未出尽全力，没有镇压下来小小的真丹四重，让他颜面无存。有问题吗？将任务收进怀里，柳无邪不带一丝感情，真丹八重而已，太古星辰拳一招就能灭了他。 说完，不再理会，朝另外一个方向赶去，准备再挑选几个任务出去好好历练一番。想走，把任务交出来才能离开。男子身体弹射而起，化为一道流星。这一次的力道更大，刚才的冲击中间腾出一大块空地，方便他们交战。除了这里之外，其他几个区域出现类似的事情，为了一个任务相互厮杀，这让柳无邪恼怒无比。 真把他当成软弱之辈了，看他是真丹四重就可以随意拿捏。滚！令人窒息的星辰之力咆哮而至，幻化出一尊巨大的星辰。这一次，柳无邪可没客气，直接动用了七成真气。空功德殿常年都有人大战，建造的非常牢固，四周墙壁用特殊材料制作，有吸附真气的作用。撞击的力量瞬间被墙壁吸收，毫发无伤。一团狂暴的涟漪以两人为中心。 横扫四周，砰砰砰！一些实力较低的外门弟子身体不受控制，跌得七荤八素。面对星辰之力的碾压，对柳无邪出手的男子不断后退，脸色阴沉的可怕。连续出手两次，都未能拿下柳无邪，实在是颜面无光。这小子好古怪，面对真丹八重两次袭击，竟然一点事情都没有。聚集在周围那些人露出怪异之色。真丹八重就算祭出一半的力量。 绝非真丹四重所能抗衡，他的真气很强，要比一般的真丹境真气强横许多倍。有人看出一些苗头，柳无邪的真气强横的一塌糊涂。他叫柳无邪，你们还不知道吧？就在前几日，藏书阁的时候大杀四方，不仅赢了苏纪等人好几万灵石，还让寇执事因此丢失了执事之位。有人认出柳无邪身份，藏书阁当时有不少人在场，我也听说过此事。 听说他是今年宗门重点培养弟子，越来越多的人听说关于柳无邪的消息，一切因为重点培养弟子跟藏书阁的事情而起。得知柳无邪藏书阁赢了八万多灵石，周围的人露出幸灾乐祸的笑容，很多面露不怀好意。外门弟子身上最多只有一万多块灵石，柳无邪还是新晋弟子，得到这么多灵石，难怪让人眼红。真气厉害又能如何？看他能撑多久？ 曹康出了名的心狠手辣，在他手里讨不到好处。第十峰几名弟子对柳无邪恨之入骨。当日在藏书阁，他们也输掉了不少灵石。对柳无邪出手的男子叫曹康，玄冥峰弟子，加入天宝宗已经有两年有余，绝对的老牌弟子，底蕴深厚。饺子，交出身上的灵石。任务的事情，我可以既往不咎。曹康一步不朝柳无邪走过来，嘴角带着狞笑。 要让柳无邪交出身上所有的灵石，无比的霸道。周围站着很多人，却无一人站出来替柳无邪出头，反而一个个落井下石。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！目光一凝，淡淡的杀意以柳无邪为中心朝四周蔓延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杀一儆百。气势一触即发，曹康已经做好了出手准备。而这个时候，两道人影突然出现，拦在了曹康面前。曹康。 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敢打柳师弟的主意？白领跟唐天两人，他们在另外一个区域听到这边吵闹声，就凑了过来，没想到是柳无邪，毫不犹豫，第一时间选择站出来拦住曹康。他们都是真丹八重，实力不相上下，二对一，曹康落入下风，坚持对柳无邪出手，就要面对白领两人的围攻。白领，你们两个是上等区域的弟子。 竟然跟下等区域混到一起去，真是越活越回去。曹康发出一声冷笑，满脸的讥讽之色。柳师弟，你没事吧？白灵两人没有理会曹康的冷嘲热讽，而是转过身子，一脸关心之色。没事，两人是好意，能主动站出来，已经把柳无邪当成了朋友。柳师弟也要打算出去做任务吗？唐天走过来，一脸恭敬。嗯，柳无邪点头。一个任务太少了。 不足以他兑换大量的灵药。这次出去打算多待一段时间。柳师弟，我们拿了几个任务，正好人手不够，不如跟我们一起吧。白领突然说道。柳无邪心里一暖，白领这样说，明显在照顾他。殿中很多人结成小队伍，共同完成任务，成员实力相差不大，境界基本差不多。真丹四重跟真丹八重联合，绝对没有实力较低，肯定拖后腿。 所以不愿意太低的弟子加入他们的队伍。你们都拿到什么任务了？柳无邪倒没有意见，想要知道他们都拿什么任务了。如果积分太少，他还是选择一个人行动。从怀里拿出三个任务榜单，两个杀玄兽，一个去送信，任务难度都不大，加在一起才一百积分。三个人平均分，一人才三十三积分。这些任务最多五天就能完成。我这次出去打算一个月时间。 准备多拿几个任务。柳无邪说出自己的想法，争取一个月之内突破真丹五重境。可是好的任务基本都被人选走了，剩余的任务不是太危险，就是难度有些大。白琳也知道，大部分好任务早就被真丹九重境的弟子搜刮一空。黄色任务积分太低了，没多大意思。墙壁上的任务越来越少，已经有人陆陆续续离开功德殿。柳无邪目光落在紫色墙壁上。 还剩下一百来个任务，都是难度极大，其中几个任务积分非常之高。扫了一圈之后，目光最后锁定了五个任务，加在一起高达六百积分。身体一晃，五张任务出现在手里。柳师弟，你疯了吗？白领非常的焦急，出于朋友才这么说，换成常人绝对不会阻拦。哈,哈哈哈，以为是个天才，没想到是个蠢蛋。曹康还没离开，发出一阵大笑。 柳无邪摘下的五个任务虽然是紫色的，在众人心中，那五个任务不亚于黑色。连那些真丹九重都流出一丝不屑。刚才还高看柳无邪一眼，没想到是如此莽撞之辈。我自有打算。柳无邪摆了摆手，示意白领不用劝他。既然摘下这些任务，必定有办法去完成。既然柳无邪这么说，白领也不好再说什么。三人穿过人群，离开功德殿。饺子。 你可要好好的活着回来，你我之间的恩怨还没清算呢。曹康嘴角露出一丝狞笑。白领的出现打断了他们两人之间的仇怨，已经结下。这种无关痛痒的叫嚣，柳无邪都懒得理会。要不是这里人多，直接一巴掌拍死他。三人顺着石阶找到一处无人的地方，这才停住身体。白领跟唐天脸上挂着浓浓的担忧。我知道你们的担心，既然已经拿了任务。 就想办法去完成。多谢你们刚才站出来替我解围。柳无邪朝两人抱了抱拳，转身朝山下走去。这几个任务太危险，他不想连累白领。两人。看着柳无邪背影，白领跟唐天相视一眼，从彼此眼眸深处看到一丝决定。柳师弟，你等等！白领叫住了柳无邪，两人快步追上来。柳师弟，你对我有救命之恩，我不能看着你去冒险。 我们决定跟你一起完成任务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唐天一脸决绝，愿意陪柳无邪一起冒险，就算丢了这条命也在所不惜。你们可想好了？这五个任务可能有去无回。柳无邪郑重地问了一句：“这五个任务，就算是真丹九重都不敢轻易接，可想而知难度有多大。”想好了。白领跟唐天一起回答：“愿意陪柳无邪一起冒险。”两人抱着视死如归的态度。 柳无邪微微一笑，他的实力岂是外人所能揣摩？就算是黑色任务，也难不住他。他是新晋弟子，不想做得太过惊艳。我们从哪个任务先开始？既然决定合作，将所有任何合并到一起，免得时间上产生冲突。地形这一块，白灵比柳无邪熟悉。时间上，他们两人安排商议之后，决定先去赤日山脉采集吹雪莲藕跟另外一种药材。 采集好了之后，前去杀选兽。至于柳无邪的五个任务，暂时还没想好如何进行。此番出去大概一个月时间，我们必须要采集一些日常用品。这些事情交与白领负责。三人下了山之后，直奔百里外一座大城。大城依靠天宝宗而生，里面盘踞几个庞大家族，跟天宝宗有千丝万缕的关系。天黑之前，他们赶到大城休息一晚上。 第二天继续上路，买了一些帐篷、食物、干粮以及疗伤丹药等等，花费了一千多枚灵石。柳师弟，你买这么多东西干什么？三人从商铺出来，白领连忙问道：“这些东西一个月根本用不完。”第三百二十物张大杀四方，除了一些普通的药物，柳无邪还买了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，让白领还有唐天一头雾水。柳无邪只是微微一笑，具体没说。 选择的五个任务，其中两个要潜入地下魔窟，非常危险。找到客栈休息一晚，天色一亮，三人匆匆上路。走在官道上，偶尔能碰到天宝宗其他弟子。每个月初最为忙碌，大批弟子离开宗门。大部分时间都是白领在安排行走。三个时辰，休息半个时辰，保持充沛的体力。一日之后，终于抵达赤日山脉。这是南州最大的一座山脉。 东面连接天宝宗，南面连接青红门，西面跟独孤世家接壤，北面较为荒凉。柳师弟，我们进入赤日山脉，第一要防范玄兽，第二要提防青红门的人。白领尽职尽责，路上给柳无邪讲解了很多知识。一路上，柳无邪也不打断，知道白领都是好意。大部分知识对于来说早已了然如胸，对真武大陆格局不如白领熟悉。除了青红门以及独孤世家之外， 附近还有几座大城，盘踞好几个大家族，虽不及十大宗门，却也不可小觑，都有化婴老祖坐镇。天黑之前，三人进入赤日山脉，荒古的气息扑面而来。接下来我们要小心了。白领充当师兄的角色，赤日山脉来过几次，上次险些命丧此地，这一次格外的小心。鬼瞳术施展，方圆数千米，尽收眼底，任何风吹草动都逃不过柳无邪的双眼。 在白岭的带领下，一个时辰之后，找到一处相对安全的地方，等天亮之后再出发。夜晚的赤日山脉非常的危险，三人拿出帐篷，轮流值岗。白岭一再坚持，他守前半夜，唐天守后半夜，柳无邪反倒成为事人了。拗不过他们，只好欣然答应，救了唐天一命，早已把柳无邪当成了救命恩人。深夜来临，阵阵玄兽的吼叫声从赤日山脉深处传出。 让人毛骨悚然。柳无邪并未休息，盘膝坐在帐篷里面，夜晚修炼太古星辰拳，事半功倍。大量的星辰之力顺着星辰桥梁注入太荒世界，短短半个时辰顶一个白天修炼。太荒吞天诀运转，周围的灵气飞速朝柳无邪帐篷聚集。白领坐在远处，眼眸突然一缩。柳无邪造成的景象让他骇然大惊，这是什么功法？吞噬灵气的速度太恐怖了！ 人在修炼，神识一直覆盖周围。这一路上，柳无邪发现好几股人悄悄地跟在他身后。得知他拥有八万多枚中品灵石，当时在功德殿有好几人对他露出浓郁的杀意，因为人多不好下手。此处是赤日山脉，又是夜深人静，就算被人杀死，也不会有人知道。眉心突然一动，鬼瞳术感知到好几股气息在靠近。睁开双眸，一丝寒光闪烁。 竟真有不开眼的尾随他们到此地，从帐篷里面走出来，白领蹭的一声跃起，强大的警觉性让他捕捉到一缕杀气。夜深人静，杀气从何而来？柳师弟，你发现什么了吗？白领赶紧走过来，还不确定杀气的来源是不是冲着他们来的，准备战斗。鬼童树无视黑暗，他现在的神识两千米之内，任何东西都会无所遁形。听到战斗。 唐天嗖的一声从帐篷里面钻出来，抽出兵器。杀意越来越近，而且是从两个方向传过来，显然怕他们逃走，封堵住了退路。白师兄、唐师兄，他们冲着我来的，你们从西面逃走吧。柳无邪不想连累他们两个，这些人摆明冲着他来的，不行。既然我们决定组队了，岂能临阵逃脱？白领一口回绝，况且他们两人又不是贪生怕死之辈。 丢下同伴独自逃走，他们做不到。两人的态度很坚决，柳无邪没有强求，只要不是天罡境高手，来多少人都不惧。吸收大量的星辰之力，正愁着没有对手，这群人跑上来主动送死。沙沙沙，远处草丛传来沙沙的响声，大量的脚步声飞速靠近，黑影晃动，眨眼间的功夫，十二人分为两个区域，将柳无邪三人合围。曹康，居然是你！ 昨日他们在功德殿发生过冲突，没想到曹康阴魂不散，一直尾随他们，追到此地，还联合了其他高手。叠叠叠交出你们身上的灵石，我可以考虑让你们死得舒服一些。曹康丝毫不隐藏自己的杀意。宗门弟子私底下争斗早已不是什么秘密，每年都有大量的弟子无缘无故的死去。除了曹康之外，其他人实力非常强大，清一色真丹八重，应该是两个队伍。 恰好也到赤日山脉做任务，经过商议之后，先洗劫了柳无邪，再去完成任务。十二名真丹八重，就算是真丹九重，都很难逃生。白领跟唐天脸色阴沉的可怕。宗门禁止弟子厮杀，你们公然违背，就不怕宗门追究吗？唐天握住手中长刀，一声厉喝：“宗规是这么规定，真正遵守又有几人？杀了你们，又有谁知道？”曹康发出一声讥笑。 目光落在柳无邪身上。昨日两人交锋，两次都没击败柳无邪，让他很是愤怒。八万灵石足够他们这些人瓜分，最近一年半载不会为灵石发愁。他们辛辛苦苦做任务，不如柳无邪一场赌斗赢了这么多灵石。跟他们废话那么多做什么？杀了他们便是。另外一个小队走上前来，眼眸中带着不屑之色。说话的男子来自第十峰，名叫庞铁。 也是一个吃人不吐骨头的主，没错，杀了他们，正好在此地休息。身后那些队员发出哈哈大笑声，连营地都布置好了，省去他们麻烦。十二人飞速合拢，柳无邪三人移动的空间不断被压缩，已经失去逃走的希望。柳师弟，我们想办法突围出去。白领抽出自己的长剑，伺机寻找机会，硬拼肯定不行了，他们人数太多。柳无邪没有回答。 邪刃出现在掌心，准备大开杀戒。来到修炼界，除了那天去方士杀了几人，一直没有大规模屠杀。邪刃已经按捺不住了，今天谁也休想活着离开。一起出手，庞铁更是狠辣之辈，一声令下，十二人同时出手，滚滚气浪瞬间将三人淹没。白兄，庞兄，你们不用管我，以手为主。”柳无邪快速说道，话音还没落下，身体消失在原地。 手持邪刃，加入战团之中，速度奇快无比，突破真丹四重。这是第一次拿出所有的力量，上次对战杜杀还保留了一些。恐怖的真气犹如饕餮张开巨口，形成一座恐怖的漩涡。突如其来的气势，打得所有人一个措手不及。白领跟唐天还没反应过来呢，柳无邪已经杀出战圈。该死的应该是你们，他们不来找自己也就罢了，既然来了。 就统统的留下来。夺命刀法第二式，令人窒息的刀罡，像是一道劈练，突然斩下。十二人被打得措手不及，他们都失算了，以为白领跟唐天才有些威胁。至于柳无邪，自始至终被他们排除在外。就这样一个不起眼的真丹四重，爆发出的力量堪比真丹九重。不好！曹康等人意识到不妙，想要做出反应，已经晚了一步。 柳无邪抢占了先机，先发制人，拦住他。旁贴一声厉笑，让身边的人拦住柳无邪，千万不能让他靠近。大家都是天才，瞬间洞悉战场变化。你们太慢了，犹如死神之音。邪刃划出一道美丽的弧线，一颗颗鲜红的头颅飞起来。真丹八重犹如猪狗一眼，轻松被屠戮。杀戮还在继续。柳无邪身体化为仙鹤，凌空翱翔，发出一声清脆的音效。 左手持刀，右手化拳，太古星辰拳，绵绵星辰之力加持到拳法之中，身体倒挂苍穹，宛如一颗星辰坠落。就算是天罡镜，此刻也只有死路一条。这些人个个身经百战，但是这一刻，他们竟然找不到丝毫破解的办法。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一切的技巧都是多余的。轰轰轰！地面承受不住气劲压迫，出现一个巨大深坑。白领跟唐天站在远处。 竟不知所措，大家都忘记了他们两个存在。好强的拳法波动，我们都低估了柳师弟。唐天兴奋不已，似乎明白了柳无邪为何摘下那五个任务。以他的实力，也许真的能完成。白领惊讶的合不拢嘴，却不敢有一丝大意，手持长剑，随时准备营救。太古星辰全演变成自己的奥义，加持了木系真气之后，变得更加绵柔。随即，狂暴的火元素注入其中。 全境被一层火焰包裹，威力提升三倍有余。啊啊啊！一名男子临死前发出绝望的惨叫，全境压下来，身体四分五裂，直接被炸开，此状极惨，身体除了脑袋之外，全部化为血雾。曹康吓得一个哆嗦，差点尿了裤子，身体朝后退去，第一个萌生退役。根本不是一个级别，柳无邪的实力碾压他们好几个来回，尤其是他的真气，几乎是无坚不摧。 谁也休想逃走！鬼童术技出每个人的招式，还有他们移动的轨迹，看得一清二楚。第三百二十六章雪莲经。眨眼间的功夫，死伤一大片，只有四人在苦苦支撑。太古星辰拳还在碾压，柳无邪加持了金元素，轰隆隆空间仿佛都要炸开。又是两人身体化为雪雾，拳法还未彻底落下，柳无邪也震惊了，低估了太古星辰拳的威力。 前几日跟杜莎交战还处于磨合期，这几日不断打磨拳法，已经有入门的迹象，掌握拳法中的一些精要。我的妈啊！曹康吓得掉头就跑，也不管旁贴了，鞋子都跑掉了一只。这哪里是人，分明是妖魔！一拳击杀十人，就算是真丹九重都做不到这一点，小小的真丹四重做到了。回想起功德殿的一幕，曹康肠子都悔青了，此犹如太古星辰。 从天坠落，嘣！天崩地裂，仿佛整个山脉都在晃动。白领还有唐天承受不住气浪，直接被卷飞。至于曹康跟庞铁两人，早已化为无尽的尘埃，消失在天地之间。一边倒的屠杀，以为会有一番恶战，前后只用了三个呼吸时间结束战斗，连柳无邪自己都不敢相信这是他造成的。他已经高估了太古星辰拳，真正施展出来。 才发现太古星辰泉犹如浩瀚的宇宙，他领悟的不过一丝皮毛而已。身体落在地面上，看着遍地的碎肉，柳无邪面无表情，心中的暴戾之气得到了宣泄。从踏入修炼界开始，遭遇于天意等人打压，险些死在苍穹上；还未进入宗门，被梅子正等人羞辱，只能强势打脸；成为外门弟子，又遭到张林挑衅，废掉他们修为，却喋喋不休。 又找来赵一海跟杜莎，前往藏书阁，遭到苏记挑衅，又被扣执事刁难。这十几天发生的事情一直压抑在他心里，这一刻彻底释放出来，整个人轻松了很多。柳师弟，你真是让我们刮目相看。白灵两人快步跑过来，兴奋的手足舞蹈，倒没有嫉妒的意思。如果真的嫉妒，也不会跟柳无邪组队一起前来冒险。我不是故意隐藏自己的实力。 还请师兄见谅，柳无邪露出一丝歉意。修炼界残酷无比，谁也不会暴露所有的底牌。我们明白，赶紧打扫战场，血腥之气太浓，以免惹来强大选手。百里示意柳无邪不用解释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，他们也是一样，有些东西同样隐瞒。柳无邪只要不伤害彼此的友谊即可。三人快速将战场打扫一遍，十二人尸骨无存。 他们的精气被吞天神鼎吞噬一空，成为养料。大量的液体导入太荒世界，境界节节攀升，距离真丹五重只有一步之遥。唐天两人相视一眼，从彼此的眼神中看到一抹惊骇。一场战斗让柳师弟实力提升如此之多，不出意外，最多三天，柳无邪就能突破真丹五重。十二尊真丹八重境蕴含的精华太恐怖了，按理说柳无邪早就该突破真丹五重了。 修炼太古星辰拳之后，肉身重新得到锤炼。太荒世界出现了星辰，以后需要的资源越来越可怕。柳无邪也很苦恼，炼化了这么多人，只是提升一大截，不能突破境界，心里很憋屈。三人整理好了之后，回到营地。柳师弟，一共获得九万枚灵石，灵药三千，丹药若干，这些都是你的战利品。白领将所有人的储物袋收集起来，里面的资源整理了一遍。 交于柳无邪手里，灵石一人三万，灵药我另有用处，就不分给你们了。柳无邪很干脆，拿出六万灵石出来，一人三万，公平合理。这不合适，刚才我们都没帮上忙，人是你杀死，所有战利品理应归你。百里连连摆手，他们又没出力，怎么好意思拿战利品？你们跟我还客气什么？除非你们不把我当兄弟了。他们冒死陪自己做任务。 只是一些零食而已，换成其他宝物，柳无邪也不会吝啬。既然决定了有福同享、有难同当，就要遵守诺言。在柳无邪一再坚持下，两人还是收起了三万零食，非常的激动。杀人越货果然是最好的敛财方式。休息一晚，第二天继续上路。经过昨晚的事情之后，两人对柳无邪的态度来了一百八十度大改变，几乎是仰望的姿态。 吹雪莲藕只有一个地方生长，跟青红门接壤的青山湖。柳师弟，接下来我们要小心赶路了。此处既不属于天宝宗地界，也不属于青红门，鱼龙混杂，除了我们之外，还有很多佣兵，各个实力强大。白领放慢了脚步，提醒柳无邪：靠近东面一千里地，隶属于天宝宗活动范围，安全相对能保证。赤日山脉无比巨大，一千里只占其中十分之一而已。 点了点头，祭出鬼桐树，三人穿过茂密的树林，距离青山湖越来越近。有白领带路，节省了很长时间。一天之后，巨大的青山湖出现在三人面前，一眼望不到边，湖面竟然是青色，这也是青山湖的来历。在湖泊对面是一座高耸入云的巨峰，青湖高山构造出完整的青山湖。吹雪莲藕生在湖底，我水性较好，还是我下去吧。 唐天主动提出来，由他沉入湖底挖掘春雪莲藕。任务已经规划到了一起，并不分彼此。湖泊下面有危险，你们留在上面，以防有人偷袭。柳无邪透过鬼童术渗透到青山湖底，发现湖泊下面隐藏几股强横的气息，应该是鱼妖。强大的鱼妖实力比人类只强不弱，尤其他们在水中几乎是无敌的存在。只要准备妥当。 这个任务倒没有太大危险，避开那些鱼妖便是。两人对柳无邪言听计从，不敢反驳，立即在湖边巡逻，以免有人趁着柳无邪出水的时候骤然偷袭。以前经常发生类似的事情，潜入湖下出水的那一刻遭人偷袭，莫名其妙死在这里。每年死在青山湖的舞者不下百人。柳无邪主动下去，还有另外一重关系：春雪莲藕可是六阶灵药。 争取多挖掘一些。脱掉外衣，柳无邪一头扎入水中，犹如一条灵活的鱼儿，闭上五官，进入青山湖深处。白领跟唐天顺着湖泊游走，一有危险，立刻冲入湖底救人。冰冷的湖水顺着柳无邪脖子灌进来，丝毫不影响他的视线。青山湖最深的地方高达三百多米，常人根本无法潜入最深处。再厉害的水性，潜入三十米深度基本是极限了。 随着深度不断增加，水压也在提升，一般的肉身根本承受不住。柳无邪的肉身异于常人，非常的强大。潜水到三十米的时候，身体很难下沉，从水底下面涌上来一股强大的浮力，逼着柳无邪的身体往上升。从储物袋中拿出一块巨大的云铁，身体嗖的一声继续往下沉。来之前做好了充足的准备，每一个环节基本都想到了。湖泊外面很平静。 唐天跟白领丝毫不敢松懈，目光巡视四周。突然，从另外一个方向传来脚步声，还有谈论的声音。快躲起来！白领轻声说了一句，跟唐天瞬间隐匿到一旁巨石后面，以免被人发现。还不清楚来人是谁。五名青年男女身着红色长袍，青红门的标志服饰。青红门以红色著称，每个弟子都是一身红袍。前咒师兄，你说的可是真的？ 青山湖底孕育出来雪莲精，三男两女，领头的男子实力极强，竟然是真丹九重境。另外四人分别是真丹八重，如此阵容让白领跟唐天面露惊骇。千真万确，吹雪莲藕生长千年才会孕育出来一缕雪莲精，只要我能炼化，便能突破天罡境。叫钱咒的男子目光看向湖泊，散发出强烈的光芒，恨不能现在就要拿到雪莲精，放心吧。 雪莲精一定是前师兄的。等前师兄成为内门弟子以后，可要多多照拂我们。另外两男两女一副阿谀奉承的样子，巴结上内门弟子以后，在青红门地位也会水涨船高。放心吧，你们四个替我守在这里，以免有人前来。钱咒拍着胸脯保证，脱掉外衣，跳入青山湖，瞬间淹没其中，沉入湖底。白领急得团团转，四尊真丹八重，他倒是不惧。 真丹九重，他们两个根本不是对手，而且钱咒已经潜入湖底，这时候他们下去必定惊动其他人，等于告诉他们柳师弟已经进入湖底。白师兄，我们怎么办？要尽快通知柳师弟，以免被钱咒偷袭。唐天很是焦急，柳师弟一人在湖底，非常的危险，我也很着急。现在还能怎么办？他们防范了地面，却没想到有人潜入湖底。 一切只能看柳无邪运气了。湖水越来越凉，柳无邪下潜了一百多米，四周陷入无边的黑暗，仗着鬼童术倒也能看一个大概。扑通，一股淡淡的波纹顺着水面一直传到水底，柳无邪突然停住身体。有人下来了，难道是白领他们？柳无邪暗暗说道，既出鬼童术，朝上方看去，只见一道人影快速地往下潜，实力极强，惊鸿门的人。 阿满说了一句：“柳无邪加快了速度，尽快拿到春雪莲藕上去。已经潜入水底一百多米，这时候上去必定跟前咒碰面，免不了一场大战。”第三百二十七章水底大战。下潜的速度陡然加快，出现一道道水纹，朝水面上涌去。前咒正在下潜，突然冒上来的水纹让他脸色一变，竟然有人抢先一步进入青山湖，一头强大的鱼妖。 从柳无邪远处游过，并未靠近，距离湖底还有一百米，大概十个呼吸时间。强大的水压让柳无邪浑身很不舒服，肉身像是被挤压了一般，难受至极。透过鬼桐树，已经能看到湖底许多地方被人开采过。春雪莲藕又是鱼妖的食物，除了人类开采之外，一部分被鱼妖吃掉，数量是越来越少。那是什么？柳无邪眼眸一缩，在水底另外一个区域。 出现一个雪白色的光点，非常的明显，周边生长很多春雪莲藕，加快下沉的速度。距离水底还有五十米的时候，终于看清楚光点，像是一块拳头大的晶魄。这是雪莲晶，柳无邪骇然大惊。春雪莲藕需要生长千年才能孕育出来一枚雪莲晶，竟然被他赶上了。雪莲晶即将成熟，钱仲不知道从哪里得到消息，青山湖孕育了雪莲晶，第一时间赶来。 雪莲精诞生必定引来大量的鱼妖，情况紧急，尽快拿到春雪莲藕。至于雪莲精，能拿到最好，拿不到也不强求。柳无邪瞬间做出决定，他做事向来求稳。雪莲精价值无量，首先要保证自己安全的情况下，才能去采摘。按照他现在的修炼速度，最多两天就能突破真丹五重。要是能拿到雪莲精，借助雪莲精突破真丹六重都有可能。 正如柳无邪猜测，雪莲精成熟，引来青山湖大批鱼妖纷纷朝这边聚集。人类跟他们抢夺雪莲精，无异于虎口夺食。这些鱼妖实力极强，个个都是巅峰五阶妖兽，吞服下去雪莲精，就能进化成六阶玄兽，相当于人类天罡境。最后五十米，眨眼即到。柳无邪操控身体，小心翼翼朝雪莲金前过去，伸手一抓。 一枚婴儿手臂粗细的春雪莲藕连根拔起，收进储物袋。先完成任务，再去做其他。一连挖出好几根春雪莲藕，柳无邪这才作罢。周围的春雪莲藕好多还没成熟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一头庞大的鱼妖张开血盆大口，朝柳无邪狠,狠狠咬过来，奇快无比。不好！柳无邪身体一个急速旋转，水底速度远不如在陆地上，行动大大受制，不敢恋战。 斜刃劈出去，像是蜗牛一样形成的气劲，瞬间被水流搅碎，无法形成有效的攻击。朝一旁游去，成功避开鱼妖一击，这让鱼妖很生气。巨尾一个横扫，周围的水流形成一个巨大的漩涡，竟然是一头成年鲶鱼妖。这种鱼妖最为难缠，身上滑不溜秋，很难伤害到它们。最可怕还不止一头，从另外几个区域又有几头强大的鲶鱼妖游过来。 每一头长度达十米，张开巨口可以吞下去成年人。还有其他鱼妖从四面八方袭来，柳无邪已经没有退路，只能朝雪莲精那边躲去。而这个时候，前咒顺利潜入水下，借助微弱的光线，倒也能看到一个大概。目光扫向柳无邪，并没有动手。雪莲精散发出强烈的光泽，照亮了整个青山湖底。嘶嘶嘶，一股凉气从柳无邪脚底滋生。 成百上千的鱼妖从远处赶来，雪莲精散发出浓郁的香气，把他们吸引过来。前昼眼眸扫了一圈，身体突然移动，朝雪莲精快速抓去。先下手为强，等鱼妖彻底合拢，他们都要死在这里。前昼的举动激怒了鱼妖，小小人类竟敢到水底下跟他们抢夺宝物，非常的生气。五阶妖兽智商极高，已经不弱于人类，除了不能口吐人言。 可以自己思考问题。滚滚水浪朝前咒袭来，柳无邪无辜遭殃。他好不容易摆脱了鱼妖，躲到一旁，伺机寻找机会，又被牵扯进来。狂暴的水浪形成一个个漩涡，柳无邪身体不受控制，在水底直翻跟头。找死！前咒实力极强，抽出自己的长剑，怒劈下去。涌过来的水流瞬间炸开，强大的鲶鱼妖被震退。水面上突然冒出无数波纹。 正在巡逻的青红门弟子纷纷停住脚步，白灵两人站在巨石后面，一直密切注意湖面。水底下形成的漩涡越来越大，一直延伸到湖面。强横的水流在水底突然炸开，鱼妖跟柳无邪还有前奏身体不受控制，全部倒飞出去。可能是受到水流的影响，雪莲精突然飞起来，飘向中间漩涡处。这一刻，柳无邪还有前奏以及那些鱼妖。 目光全部落在雪莲晶上，抢毫不迟疑，柳无邪瞬间出手。雪莲晶这等宝物，岂能就此错过？这关乎他能不能突破真丹六重。求稳不等于放弃，在保证自己安全情况之下，柳无邪会不惜一切代价拿到宝物。鱼妖距离他有三十米距离，前咒距离他有二十米距离，雪莲晶距离他十五米距离，相对有个安全区域。雪莲晶离柳无邪越来越近。 钱咒脸上流露出一丝浓郁的杀气，伸手在水底下做出一个手势，威胁柳无邪：“胆敢,敢抢夺雪莲精，就是死路一条。”没有理会钱咒的威胁，速度陡然加快。刚才一直隐藏了实力，知道有人下来，柳无邪没有爆发出最强力量，一直选择跟鱼妖游斗。柳无邪身后出现一道水流，十五米距离，也就两个呼吸时间。如果在陆地上，一个呼吸都用不到。 当着前咒还有所有鱼妖的面，伸手抓住雪莲晶，直接收入储物袋。一切在电光石火之间发生，快得不可思议。机缘巧合，三方大战形成的水流卷起了雪莲晶，恰好柳无邪第一个下来，距离雪莲晶的距离又是最近的一个。鱼妖在咆哮，几百条鱼妖发出愤怒的吼叫，整个青山湖发出猛烈的震动，湖水开始倒灌，涌向地面。拿到雪莲晶。 柳无邪第一时间选择朝上游去，水底下施展不开身法，丢掉怀里的陨石，从储物袋中拿出一个类似袋子一样东西，突然鼓胀。路过大城的时候，柳无邪买了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，白领当时还问及过，这些东西根本派不上用场。这是一种水球，里面灌注一种气体，在水中托住人体，可以加速上浮。柳无邪双手抱住水球，身体像是一枚箭矢。 飞速地冲向水面，气得前咒想要破口大骂。这里是水底，无法开口。柳无邪的速度快，鱼妖的速度也不慢，放弃追杀前咒，尾部一甩，一个鱼跃龙门。这些鱼妖竟然在水底跳跃，这让柳无邪骇然大惊。幸好他提前准备了水球，不然后果不堪设想。压力越来越低，柳无邪操控身体，犹如一道流星，距离水面还有一百米左右。 身后的鱼妖穷追不舍，不断地张开血盆大口咬向柳无邪的双腿。几百条鱼妖同时追一个人，场面何等的壮观！除了前咒一人之外，没有人能欣赏到这一幕。距离还在拉近，柳无邪身后传来一股强大吸力，上升的速度突然放缓。鱼妖开始吞吸水流，水面上漩涡越来越大，柳无邪上升的速度就会减缓。这些鱼妖很聪明，将水流吸入口中。 通过腮部返回到水下，来控制柳无邪上升的速度。真是该死！柳无邪暗暗说了一句，来不及思考了，身后的鱼妖已经逼到近前。太古星辰拳没有任何办法施展。太古星辰拳，水面突然炸开，金山湖一分为二，湖泊中央位置出现一个裂缝，水流都被抽干了。没有水流牵制，柳无邪施展鹤舞九天，身体顺着裂缝不断升腾。 湖中的一幕，岸边几人看得一清二楚，白领的心都提起来了。咔嚓，咔嚓，鱼妖张开大口，咬在空气上，险些咬中柳无邪的双腿，就差那么几寸远，惊出柳无邪一身冷汗。就差那么一点点，命丧鱼妖口中，身体还在攀升。几头强大的鱼妖借助水流，突然飞到空中，凌空滑翔。到了水面之后，依旧不肯罢休。几十米长的鱼妖漂浮在空中。 这是一种什么画面？而且还是好几头！白岭等人嘴巴张的老大，青红门四名弟子傻眼了，以为是前咒师兄上来，竟然是一道陌生的面孔。正要出手拦住柳无邪，白领嗖的一声拦在青红门弟子前面，阻止他们偷袭柳无邪。身体越来越高，已经远离湖面，身后的鱼妖飞到半空中，张开大口，再次咬向柳无邪的双腿。砰！到了外面。 你们还想杀我？柳无邪发出一声轻笑，邪刃出现，身体一个凌空翻转，突然斩下，凌冽的刀罡撕开空气，涌上来的水流纷纷炸开。鱼妖意识到不妙，没想到这个弱小的人类如此强大，他们身体漂浮在半空中，没有借力的地方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刀罡斩下，却没有任何办法。咔嚓，巨大的鱼妖身体被切开，鲜血狂喷，染红了湖泊。 更多的鱼妖漂浮在青山湖面，不敢上前。最憋屈的则是前奏，悄悄地从青山湖一旁钻出水面，爬回陆地上，杰刃连连劈砍，足有五头鱼妖死于他的刀下，大量的精华被吸入进来。原本境界就卡在真丹四重巅峰，吸取大量的鱼妖精气，境界节节,节攀升。第三百二十八章：真丹五重。当着所有人的面，境界攀升到真丹五重。一万多枚中品灵石。 被吞噬一空，化为纯净的液体，进入太荒世界。滚海中的天道神书缓缓展开，上面多了几道新的纹路，代表柳无邪进入真丹五重。这么多灵气导入身躯，依旧无法满足太荒世界的要求。无奈之下，从储物袋中拿出一节春雪莲藕，丢入吞天神鼎。六阶灵药直接这样炼化，只有柳无邪才敢这么做。前后不过几个呼吸时间，境界稳固下来。 如此可怕的突破速度，简直是骇人耸闻。湖面上还盘踞着几十头强大的鱼妖，却不敢上前了。大部分鱼妖带着不甘，回到水底。卷帘鲸已经被柳无邪拿到。人在陆地上，鱼妖除非能达到化形境，才能在陆地上行走。身体缓缓地落在草地上，白领跟唐天两人飞速汇合，以免出现什么意外。前昼从青山湖爬出来之后，一脸的狼狈之色。 他是堂堂真丹九重，竟然没能拿到雪莲精，无边的愤怒在释放，目光死死地锁住柳无邪。雪莲精还在柳无邪身上，只要拿到，他就能突破天罡境。毫不迟疑，钱咒身体一晃，出现在柳无邪面前，阻止他离开此地。身上的气息一点点平复，柳无邪面无表情，冰冷的看向钱咒五人。对方不找事，自己也不会节外生枝。已经拿到春雪莲藕。 没有必要在此地逗留。饺子交出雪莲精，简单直接，没有多余的废话。前咒逼着柳无邪交出雪莲精。听到“雪莲精”几个字，白领还有青红门四名弟子面露震惊之色。青山湖底竟出现了雪莲精。青红门弟子虽然知道，毕竟只是猜测，并没有得到证实。前咒的一番话，让每个人脸上表情无比的精彩。滚开！突破真丹五重，实力大增。 别说真丹九重境高手，就算天罡一重来了，照样一巴掌拍死。饺子，赶紧交出雪莲经，不然休怪我们不客气。金鸿门其他四名弟子抽出长剑，指向柳无邪，形成四个方向围住柳无邪三人。整体实力上看，金鸿门五人占据绝对的优势，前奏又是真丹九重境。奇怪的是，从白领还有唐天脸上看不到一丝惧意，反而露出一丝嘲讽。 那我倒想要看看你们怎么不客气，对青红门柳无邪并无好感。当日在行云阁，险些死于他们手里。杰刃出现在掌心，一缕寒芒一闪而逝，刺骨的目光牢牢地锁定前咒除了他有些威胁，另外四人一刀杀了便是。真是狂妄！小小的真丹五重，竟敢在我面前大放厥词，给我受死吧！前咒话音一落，一掌朝柳无邪碾,碾压而来。 两人都没有过多的废话，速战速决，拿到雪莲精尽快突破境界，以免惹来更多的人惦记。惊鸿门另外四名弟子跟白灵两人战斗到一起，顿时间气浪冲天，湖水卷起一层骇浪涌向了地面。面对前咒这一掌，柳无邪不敢大意，真丹八重跟真丹九重还是有些区别，虽然他突破到真丹五重，依旧不敢大意。杰瑞怒劈下去，滚滚刀罡。 瞬间淹没了前咒的掌印，形成一股巨浪冲向四面八荒。轰轰轰！仅仅一个照面，两人身体一起倒飞出去。谁也没有想到，面对前咒的绝杀一招，柳无邪竟然抵挡下来了。这让青红门另外四名弟子面露大骇。前咒脸色阴沉的可怕，他可是真丹九重，竟未能一掌斩杀真丹五重境天宝宗外门弟子。什么时候出现你这号人物了？ 两大宗门非常的熟悉，弟子之间也会经常碰到厮杀是常见的事情。夺命一刀，柳无邪懒得跟他废话，邪刃猛地劈下，奇快无比，已经不死不休。说再多的废话，只会浪费口水。刀影漫天，犹如滚滚浪花从天而降。前皱眉头紧皱，这些年他身经百战，什么对手没有遇到过？柳无邪这种，绝对还是第一次。已经不能用境界来定义。 他的战斗力彪悍之极，刀意犹如海浪潮汐，一浪高似一浪，地面上的草地卷起来，一层一层揭开，包裹住了前奏。战斗的余波不断冲向四周，白领还有青红门弟子纷纷停下来看向场中。他们站在远处，不敢靠得太近，以免遭受波及。蹦蹦蹦，卷起的碎石不断炸开，形成指甲大小的石块射向四周，周边的树木。 瞬间被射成了筛子，连湖泊中的几头鱼妖都未能幸免，被乱石射中，身体上鲜血淋漓，吓得全部逃入湖底，再也不敢冒出来。这小子到底是谁？实力怎么可能如此之强？惊鸿门两名男弟子相视一眼，从他们的眼眸深处看到浓浓的惊惧。这已经不是普通人，超出他们的认知之外。放心吧，他在强大，不过真丹五重而已，前咒师兄还没发力。 两名女子对前咒非常有信心，杀死柳无邪只是时间问题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事情远非他们想的那么简单。柳无邪的气势越来越盛，逐渐有压制前咒的迹象。一刀连着一刀，刀刀致命，每一刀仿佛早就计算好了一样，封堵住了前咒的攻击，这让他很是憋屈。饺子，你欺人太甚！前咒发出一声鸣叫，一把长剑出现在手中，竟然是灵宝。 这让柳无邪大为惊讶，只有天罡镜才能炼制灵宝，他不过真丹境而已，竟有灵宝在身，确实有些不寻常。估计是青红门某个重要弟子身上拥有灵宝，倒也不奇怪。手中长剑凌空劈下，柳无邪的刀罡寸寸裂开，承受不住灵宝的攻击。灵宝相当于天罡镜，里面拥有天罡法则，无物不摧。柳师弟有危险了，白敏非常的焦急。 他们两个现在根本帮不上忙，刚要出手就被青红门四人拦住。恐怖的气浪全部消失，青山湖周围变得一片狼藉，需要几个月才能彻底恢复。灵宝有点意思，柳无邪嘴角露出一抹邪笑，从梅子正手里拿到一枚灵宝，如果再得到一枚，即可炼制邪刃了。驾驭灵宝可以凌空飞行，这是多少武者梦寐以求的愿望。正常来说。 只有达到天罡境，才能炼制自己的灵宝。柳无邪根本不是常人。饺子逼着我使出灵宝，你可以死了。钱咒无比的恼怒，强行催动灵宝，对他自身伤害很大。不达天罡境，神通之力极其有限，强行催动灵宝，有可能遭其反噬。为了杀死柳无邪，钱咒豁出去了。这枚灵宝不错，我收了。柳无邪心里笑开了花，不仅得到雪莲晶。 还能得到一枚灵宝，这趟出来收获太大了。一般真丹境无法驾驭飞剑凌空飞行，催动飞剑需要极其浑厚的真气，如果半空真气枯竭,竭，从上面摔下来必定尸骨无存。加入天宝宗之前遭遇于天意袭击，柳无邪驾驭飞剑让樊临很是惊讶。这些对于柳无邪来说完全不是问题，他的真气要比一般的天罡境还要浑厚。 不存在出现真气不足的现象发生。大胆，听到柳无邪要收取自己的灵宝，前咒气得哇哇大叫，手中长剑一个横切，空间传来一阵晃动。不愧是灵宝，果然强大。柳无邪不敢略其锋芒，灵宝无坚不摧，收起邪刃，以免碰撞的时候伤害到邪刃根基。灵宝跟法器不是一个级别，赤手空拳跟前咒斗在一起，仗着鹤舞九天，柳无邪频繁闪,闪避。 前奏的每一次攻击很难击中柳无邪，轰轰轰！每一件劈砍下来，地面上都会留下一道深深的沟壑。前奏出剑的速度越来越快，几乎看不到两人影子，你来我往，一直是前奏攻击，柳无邪躲避。这小子还真是个妖孽，竟然能撑到现在！金鸿门四名弟子有些急躁了，战斗数百招依旧无法将他杀死，太不寻常。最焦急的应该是前奏，憋屈无比。 他可是真丹九重啊！出动了灵宝，依旧不能杀死柳无邪，心都在滴血。每一次施展灵宝，真气犹如潮水一般涌出，连续出招好几次，真气几近枯竭。柳无邪要的就是这种效果，趁着他真气枯竭的时候，一拳击杀。小子，你给我死吧！抽出所有的真气，汇聚成巅峰一剑。苍穹之上，弥漫无尽的剑气，封锁住柳无邪每一个角度变化。 无法躲避，只能硬抗，也该结束了。一直选择游斗，柳无邪目的是借助前咒来稳固自己的境界。刚突破真丹五重不久，根基还有些虚浮，经过一番实战，彻底稳固下来。右拳指天，这是太古星辰拳的起手式。举起的那一刻，风云色变，整个青山湖突然传来猛烈的晃动，湖水不断的倒灌，战斗形成无数坑坑洼洼，方圆千米变成了洼地。 里面堆满了水源，前咒脸色一变，这一拳让他意识到死亡危机。一股滔天的漩涡出现在柳无邪头顶上，几乎抽盖了方圆几万米，所有灵气全部加持到这一拳当中，清晨之力源源不断的输入下来。靠强横的拳法！惊鸿门四名弟子右手捂住了嘴巴，不敢置信的看着眼前所发生的一切。第三百二十九章：血脉回魂，全境涌出。 演绎一座巨大星辰遮天蔽日，空蒙蒙天空仿佛都要裂开，承受不住这一拳的力量，地面不断炸开，连百米外的树木都无法幸免。前咒形成的剑气一寸寸裂开，这可是灵宝一击，就算是低级天罡境都要闪避。该结束了，无悲无喜，柳无邪脸上看不到一丝波动，平静的有些可怕。巨大的星辰压在前咒的身体上，让他喘不上气来。 浑身无比的难受，想要挣脱全境的束缚，脚底下被一股无形的力量锁住，无法动弹，只能站在原地，任由星辰碾压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你不过真丹五重境，怎么可能爆发出如此强横的力量？前咒在嘶吼，如同野兽一般，手中灵宝吞吐,吐出的剑光逐渐消失，随之而来是恐怖的潮水，一点点将他淹没。站在远处，青红门四名弟子脸色煞白。 眼前的一幕颠覆了他们的认知，萤火起之皓月之光？柳无邪发出一声冷笑，太古星辰拳猛然砸下，崩，犹如天崩地裂，一股无尽的骇浪涌向四周，轰轰轰，方圆几百米夷为平地。战场中央像是一团烈日炸开，刺得所有人睁不开双眼。滚烫的热浪蒸发掉周围坑洼中的水源，化为无尽的水蒸气，消失在天地之间。咣当。 前咒手中的长剑跌落在地面上，整个人被全境碾压得四分五裂，死了，连惨叫声都来不及发出，直接被全境杀死。杀死前咒，柳无邪身体从半空落下，站在废墟上，拾起地面上的灵宝，灵性十足，应该是出自大师之手，不论是材质还是品质，都是上上之选。饺子，你死定了！你可知道前咒师兄是谁？他可是青红门外门大长老的私生子。 青鸿门四名弟子像是被人踩到了尾巴，发出一声惊叫。前咒死了，死在柳无邪手里，自然忘记了逃走，无法接受这个结局。你们也都死吧！手持灵宝长剑，常见一个横扫，四颗鲜红的头颅飞起来，直接被柳无邪一剑斩杀。杀了青红门所有人，柳无邪这才作罢，将手中灵宝收进储物袋。柳师弟，你没事吧？白灵两人飞速跑过来，一脸关心之色。 此地不宜久留，我们快走！如此剧烈的大战引起巨大轰动，远处有好几股气息朝这边靠近，以免节外生枝，尽快离开此地。施展身法，三人连续奔跑了一个时辰，彻底远离青山湖，这才停下来。白领跟唐天累得气喘吁吁，脸上的震惊之色还未完全褪去。真没想到，前咒竟然是青红门外门大长老的私生子，事情有些麻烦了。 唐天皱着眉头，外门长老实力最低也是天象境，实力非常可怕。怕什么？反正只有我们三人知道，你不说，我不说，谁知道死在柳师弟手里？白领倒是看得很开，杀死前咒的事情，谁也不会泄露出去。你忘了青红门有一门秘法吗？唐天脸上担忧之色越来越浓，倒不是担心自己，而是担心柳无邪。卷脉回魂！白领发出一声惊呼。 他还真忘了这茬，施展这种秘法需要极大的代价，可能会元气大伤。什么叫血脉回魂？柳无邪还是第一次听说。三人找到一处山洞，打算休息一天。这么多任务不是一两天能完成，并不急于一时。在山洞外面插上两枚阵旗，以防有人闯进来。这是一门很古老的秘术，只有亲人之间才能施展。唐天缓缓道来，这门秘术只有青红门掌握。 天宝宗也不屑于修炼这种阴毒的秘术，有伤天和。施展血脉回魂要准备三样东西：处子之血、婴童之心，抽出一缕灵魂，融合一起，就能召唤亲人的魂魄，可以复原死前一些事情。单凭前面两样东西就足够邪恶。柳无邪眉头微皱，这种邪恶之法他最为厌恶。采集处子之血跟婴童之心，放置特殊的容器之中，从魂海中抽取一缕灵魂。 融入一起，方能施展秘法。亲人之间，血脉之间有相同之处。生下来的孩童，伴有父母的记忆。从某种意义上讲，父母跟子女之间的灵魂存在某种神秘的联系。前咒虽然死了，亲生父母可以通过秘法让血脉回魂，形成一团记忆，回归到父母的灵魂之中，从而查到生前一些事情。唐师弟，不要危言耸听了。施展这种秘法，代价太大。 未必有人愿意为了一个死去的人消耗自己百年功力。白灵打断了唐天，别给柳师弟添加心理压力。得知血脉回魂的原理，柳无邪并没有放在心上。前昼的父亲既然是青红门外门长老，平时必定俗务缠身，很难分身。派一般人前来，想要杀他不是那么容易。两位师兄，这是两节春雪莲藕，你们一人一枚。柳无邪从储物袋中拿出两节春雪莲藕。 这可是价值连城！这次潜入湖底采摘了十几株，换成常人能拿到一枚已经是极限，这怎么行？我们万万不能收取，无功不受禄。白麟两人连连摆手，岂能拿柳无邪的东西？听我把话说完。柳无邪不是无缘无故的拿出来，既然拿出春雪莲藕，必定有原因。师弟，请说。两人坐直了身体，脸上表情非常的凝重。我拿到雪莲晶的事情。 你们已经知道，只有一枚无法分享。这两枚春雪莲藕送给师兄，主要是希望你们替我护法。柳无邪很坦诚，雪莲晶只有一枚，不可能三人分享。他打算闭关，需要有人替他护法。赤日山脉危险重重，没有人护法，很有可能突破的时候莫名其妙被人杀死。这两枚春雪莲藕算是答谢师弟，地你太见外了。雪莲晶这等珍贵之物。 只有师弟才能配得上春雪莲藕，你赶紧收起来。替你护法是我们的荣幸。白领站起来，一脸的不悦之色，生气柳无邪还把他们当外人。金松斩杀真丹九重，如此妖孽，他日必定在天宝宗大放异彩。他们两人天赋一般，成为内门弟子已是极限。柳无邪能认他们当兄弟，已经很知足了。正因为我把你们当兄弟，才有如此一说。 吹雪莲藕又不是什么珍贵物品，我采集了很多，护法的事情就交给两位师兄了。不论他们答不答应，柳无邪直接将吹雪莲藕塞进他们手里。拗不过柳无邪，两人只好无奈答应，走到洞府外面替柳无邪护法，拿出几枚阵旗插在四周，为了以防万一，一旦来了高手，他们两人不敌，会非常的麻烦。做好了一切，柳无邪拿出雪莲精只有拳头大小。 散发出柔和的光泽，浓郁的精气顺着柳无邪的毛孔渗透到身躯之中。果然是好东西啊！柳无邪暗暗,暗说道。雪莲精是春雪莲藕吸收千年凝聚成的精华，日积月累，最终形成这个模样。千年精华融为一体，丢入吞天神鼎，恐怖的魔焰燃烧，瞬间将雪莲精溶解。炼化速度之快，令人咂舌。常人炼化需要十天半个月。 柳无邪只用了三个呼吸时间，淡绿色的液体导入太荒世界，每一滴重达千斤。轰隆隆导入的那一刻，太荒世界发出猛烈的轰鸣，尤其是神秘古树飞速的生长。春雪莲藕之中蕴含极强的木系精气，太荒世界变得更加翠绿，地面上生长许多新的植被。刚突破不久，境界又迎来新的变化。前咒身躯中的精华还储存在吞天神鼎当中。 等突破真丹六重的时候，彻底将其炼化。经脉传来阵阵剧痛，柳无邪调动大量的真气洗刷经脉。太荒吞天诀自己运转，周围的灵气以极快的速度朝这边汇聚。白灵两人站在洞外，突然抬头朝天空看去，无数凌云朝这边聚集，场面非常的壮观。柳师弟突破，竟造成如此恐怖的景象。金山湖突破造成的景象并不是很严重，只是水到渠成。 柳师弟天赋极高，绝非我们所能揣摩。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就好了。两个月之后内门弟子考核，希望他能顺利晋级内门。白岭压低声音，以免惊动了柳师弟。内门考核太难了，只有进入外门弟子前十，才有资格成为内门弟子。除非突破天罡境，自动晋升内门。唐天苦笑一声，他们加入天宝宗也有两年了，两次考核成绩都不理想，非常的靠后。 再不能晋升内门，随着年纪增长，突破天罡境的概率越来越低。两人的谈话，柳无邪听得一清二楚，并非全身心投入修炼，分出一缕神识，密切注意周围。倒不是不相信他们两个，防人不心不可无。凌云化为凌雨，落在山洞之中，柳无邪头顶上出现一座巨大的漩涡，将所有的凌雨吞噬其中。境界还在飞速攀升，已经突破到真丹六重中,中期。 太荒真气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增加，魂海中的天道神书展开，记录了真丹六重法则，上面的序列越来越清晰。一千米以内灵气消失，一万米以内灵气消失。随着柳无邪吞噬，方圆几万米的灵气逐渐枯竭,竭，惊动了许多正在历练的各大宗门弟子，还有那些佣兵，以为是宝物出世，纷纷朝这边赶来。第三百三十章真丹六重，如此可怕的吞噬速度。 简直是耸人听闻，连柳无邪自己都感觉到一丝心悸。这只是真丹境，等突破天罡、天象乃至星河境，那还了得？岂不是要吸光整座山脉的灵气？突破化阴境需要的资源更是以海量来形容。赤日山脉隐藏许多珍贵灵药，它们生长在一些悬崖峭壁之上，常人很难发现。里面蕴含极强的灵气波动，太荒吞天诀不仅可以从虚空摄取灵气。 连那些灵药之中的灵气一并给摄取过来。一名真丹九重男子正在采摘一株百年灵药，挖取的功夫，灵药里面的灵性不断降低，变成十年份，需要重新孕育。灵药并未死亡，只不过里面的灵性消失了不少。是谁？是谁剥夺了灵药中的药性？青年从峭壁上掠下来，气得哇哇大叫，目光朝虚空上看去，只见大片的凌云朝同一个方向聚集。 同一时间，其他几个地方出现了类似的事情。不仅灵药中的药性消失，连那些百年大树、千年大树吸取的木系精华都被柳无邪剥夺过来。自从太荒吞天诀演绎出来天道神书之后，更是可怕无比。每一次吞吐，可以说是用掠夺来形容。神通桥梁沟通天地，源源不断的神通之力涌入柳无邪的魂海，他的神通之力已经超过一般的低级天罡境。 境界还在攀升，雪莲晶的能量太纯净了，一举将柳无邪送到真丹六重巅峰，消耗了三万多枚灵石，身上的八万多已经所剩不多。普通的外门弟子，一万块灵石足够他们修炼一年时间。柳无邪倒好，一次突破就是好几万，真气的浑厚程度超出同辈几百倍。时间在悄无声息的流逝，这边的景象引来附近很多人注意，纷纷朝这边掠来。 距离此地最近，恰好有个佣兵团杀一头狂暴虎，刚杀死不久，狂暴虎身体中的精华在快速流逝，连妖丹都被吸空了，这让所有人恼怒无比。手持兵器，一行七八人飞速朝这边靠近。柳无邪还在闭关当中，境界并未彻底稳固。就是这里，远处树林传来脚步声，白领跟唐天抽出兵器，准备迎战，绝不允许有人打搅柳师弟闭关。 八道人影还未靠近，浓郁的血腥之气扑面而来。就在刚才不久，八人杀死了一头巅峰五阶妖兽，堪比人类真丹九重。血腥之气还未散去，有些刺鼻。来人止步，白灵往前一步，拦住了八人，以免惊动了柳师弟。给老子滚开！所有凌云聚集在山洞上空，周围的树木花草在飞速成长，必定是宝物出世。冲过来的是一名魁梧男子，实力极强。 真丹九重之势碾压下来，白领身体直接倒飞出去。他没有柳无邪逆天的武技，浑厚的真气相差一个境界，很难取胜。队长，就是此地山洞里面一定有宝物。其他佣兵实力各个,个不俗，最低都有真丹六重境，只有队长一人是真丹九重，应该是附近大城某个小佣兵团。大的佣兵团可是有天罡镜坐镇，我们进去。佣兵团长将白领两人无视。 直接朝山洞走去，你们休想进去！白灵两人突然出手，长剑横扫，逼着几名佣兵往后退了好几步，这让佣兵团长很是恼怒。你是不是找死？敢拦我们红虎团长？其他佣兵开始叫嚣。团长的右臂上刺着一尊血红色的猛虎，这也是红虎佣兵团的来历。我们是天宝宗弟子，里面并非什么宝物，还请你们速速离去。两人亮出身份，天宝宗地位崇高。 希望他们能有所忌惮，不敢放肆。果然，听到他们是天宝宗弟子，洪虎团长明显愣了一下。他们勉强在赤日山脉混口饭吃，还不敢跟天宝宗作对，除非不想混了，杀死天宝宗弟子。队长，四周无人，杀了他们又有谁知道？只要队长突破天罡境，以后我们佣兵团何惧他人？身旁的佣兵开始煽动，宝物就在眼前，岂能就这样错过？ 这些人常年游走生死边缘，手里沾满了鲜血，过着刀口舔血的日子，草菅人命的事情经常做，杀人越货更是不在话下。队长老六说的没错，杀了他们，又有谁知道是被我们所杀？不能再等下去了，一会还有更多人前来。其他几名佣兵跟着一起煽风点火，红虎眼眸闪过一丝狠厉，富贵险中求，宝物就在眼前，岂能错过？白领焦急万分。 天宝宗的名头如果压不住他们，他们只有死路一条。事已至此，只能硬拼，替柳师弟争取时间。外面传来的吵闹声，柳无邪听得一清二楚。境界逐渐稳固下来，凌云还未消散，依旧盘踞在上空，默默地看着外面事态的发展。要怪就怪你们不该出现在这里，给我死吧！洪虎手持长刀，朝白灵两人狠狠地劈下来，奇快无比。不愧是佣兵团长。 实力非常的可怕，要比前咒还略胜一筹。主要他们常年作战，不论是跟人类还是跟玄兽，积累下丰富的经验。一起上，拖住他。白领一咬牙，手中长剑挽出朵朵剑花。他们选择游斗，牵制红虎。两人左右夹击，红虎想要杀死他们两个，也不是那么容易。天宝宗武技充满太多的玄妙，白领施展的剑法叫青云三十六式。 唐天施展的刀法叫流沙斩，两人配合的天衣无缝。红虎想要撕开他们的防御，不是那么容易。将枪枪一阵阵,阵兵器撞击的声音响彻四周。白领跟唐天两人倒飞出去，承受不住真丹九重的冲击。得势不饶人，红虎加快了攻击速度，手中长刀舞动起来。舞技不如白领他们，胜在经验丰富。短短几个呼吸时间，交战几十招。 白领跟唐飞被震退十几次，鲜血顺着两人嘴角溢出，仗着强大的武技才支撑这么久，最多还能坚持十几个呼吸时间，就会死在红虎的手里。你们几个去山洞里面看看里面有什么。以免被其他人抢先一步，红虎吩咐一句：“他来诛杀白领两人，让其他佣兵进入山洞。”是，三名佣兵快步冲向山洞。唐师弟，你快拦住他们！白领一声厉笑。 几乎不要命的打法，让唐天拦住其他人。这个时候，柳师弟应该处于突破关键时刻，千万不能被人打搅。好，唐天一咬牙，两人一起联手，都不是洪虎的对手。剩下白领一人，肯定凶多吉少。你们跟我交战，还敢分心？都给我死吧！洪虎舔了舔猩红的嘴唇，嘴角露出一抹狠厉，长刀舞动。唐天刚往前几步，就被活生生的逼回来。 根本无法拦住三名佣兵，跟他拼了。两人心一横，只要拼死洪虎，其他佣兵自会离开，照样能给柳师弟争取时间。这边战斗的功夫，三名佣兵已经逼近山洞。洞外除了两枚阵旗，没有其他东西，并不妨碍他们进来。踏入洞府之后，浓郁的灵气，舒服的三名佣兵发出呻吟声，他们的浑身毛孔仿佛都张开了，忘记了身在何处，张开大口拼命的吸取。 一脸的贪婪之色，快进去！三人很快从陶醉当中苏醒过来，手持兵器，一步步朝山洞走去，以免里面有什么危险。山洞并不是很深，也就十几米而已，视线也不受阻。三人走了约莫十几步，看到一道金黄色的人影盘踞在山洞中央位置，果然是宝物。我们快进去！灵气包裹住了柳无邪，外人根本看不到，这是一个人坐在这里。越来越近。 三人嘴巴都笑歪了。距离柳无邪还有五米之遥的时候，情况突变，咻咻咻！三缕刀气爆射而出，直接切断三人的气管，连惨叫声都来不及发出，双眼暴突。三人连死都不明白，他们怎么会死在这里？外面战斗还在继续，白领跟唐天抱着同归于尽的打法，祭出所有真气，一副视死如归。丹田中的真气消耗一空，所有的力量汇聚成海。 不能诛杀红虎，死的就是他们。两尊真丹八重拼命，还是很可怕的。红虎不敢大意，身体往后退了一步，手中长刀封堵住两人攻击路线，以守为攻。这个红虎果然不简单，绝对是狠辣之辈。对战斗的把控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，起码在同等境界中，柳无邪还没遇到战斗天赋超过红虎的人。天宝宗天才无数，柳无邪刚到天宝宗不久。 认识的人也不多，你们以为同归于尽就能杀死我吗？真是可笑！你们都给我死吧！红虎退到安全地带，不断的消耗唐天两人真气，发出一声狞笑，手中长刀突然切下，刁钻无比，令人防不胜防。白灵想要做出反应已经来不及了，他们的真气几近枯竭，全部耗尽，没有多余的真气支撑他们做出反应，只能眼睁睁的看着红虎的长刀斩下他们的双腿。 失去双腿下场可想而知，情况岌岌可危。没有人注意山洞，所有人的视线都聚集在红虎的长刀上。刀锋越来越近，白灵两人脸上没有任何惧意，只有一抹歉疚，未能帮助柳师弟护法。你们都死吧！恐怖的真气顺着长刀演绎出来，三米多长的刀罡，距离两人双腿还有几寸之遥的时候，一股强横的气芒从山洞里面爆射而出。